我是阿周，目前所在的对面那边，等一下会有5D 立体的一个投影。那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，可以搭了地铁过来，晚上乘坐地铁啊，还要转来转去，不过很快就到这里了。我们等一下就看后面，再过几分钟后就会有。开始冲出来了，没看冲出来了，有没有？三 D 它已经冲出来了，船已经冲出来到外面了，爆开了，有没有？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我非要骑了吗？拍完之后，一个瞬间，然后人就散掉了。大家们守候好久好久的时间了，好笑。好了，那就留给下一批的人再去拍啦。啊，抓到了！那边有歌手在唱，就围了一堆人。刚刚围很多人，现在没人了。我是拍照的。成都几个字啊？不，各位有没有跟我这样旋转？头晕了没？头晕了没？晕了没？还没晕，我自己都已经晕了。OK， 阿周目前所在的是在春兴路的步行街这里，为各位所拍的影片。那希望今晚出来拍的这些影片大家会喜欢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关注我的影片，同时呢给一些评论。我计划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，拍下去。有你的支持，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。我们下次影片见喽。